台，就殘留咗啲病毒喺度。所以我希望大家留意咧，就係手衛生非常重要，唔好自己捽眼捽鼻。嗱，呢個亦都引申到我咧17年前嘅一段往事啊，個人經歷。咁當時我同埋啊，而家今日就係孔教授啦。咁當日 Doctor Ivan 孔，同埋當時做緊 Houseman 嘅 Doctor 崩聽啦。咁係養和醫院最有錢嘅 microbiologist 啦。咁當時咧就喺淘大花園，突然間有一晚有75位病人入咗聯合醫院。咁啊，袁教授就派遣我哋3個小朋友咧就過去幫手，其實想理解下究竟發生咩事。咁我哋咧從此以後咧，就每逢夜晚放工，隔晚咧就去聯合醫院嗰度去睇下嗰啲病人發生咩事，然後又攞啲標本翻嚟做一個病毒含量嘅測試。咁我哋終於明白一個道理咧，就係、是、原來咧佢哋醫護人員感染咧，唔係因為唔夠 N95 啊，係因為咧佢哋喺除嗰啲個人保護裝置嘅時候咧。如果有機會不小心咧，就出了大事。因為當我哋發覺咧，嗰個病毒含量大家都知啦，而家去到第10天係最高嘅。咁佢哋一齊病發，一齊去到第10天，病情轉差，要聞氧氣，甚至一啲霧化嘅程序啊 ，nebulizer， 所以就令到嗰個病房咧係充斥住好多 aerosol， 就令到只沙士冠狀病毒咧就進入一個狀態叫做 opportunistic airborne infection。在一些特定的環境、特定的醫療程序，令到它真的經過空氣傳播，這個就叫 opportunistic airborne infection。 那我們無論當年在凌晨2點離開聯合、3點離開聯合，我們這3個小孩都用1個小時時間去 degowning， 是記住1個小時，是因為我除衣服的時候隔離兩位看著我，唔覺意掂到啊！你又掂到啦，唔該再洗手。嗱，當年係冇酒精搓手液噶，記住係洗手。所以無論我哋幾攰都好啦，我哋唔會去偷步。嗱，但係你睇翻當日嗰啲醫護人員，因為佢哋嘅病房設計冇我哋今日咁先進，佢一打開個房門就係成個沙士病房。你那套 full gear N95 face shield glove and gown 是穿足一日的一更的，所以到你放工那一刻你是什么心情啊？ Sense of relax 终于捱完了，那你那个精神呢就会稍微没那么集中。那你想想我们3個人去除，我都被人叫停很多次，如果没人看着我，我做了8個小時然后去除这套衫，你估我有冇機會喺除嘅過程污染自己咧？一定有。咁我好攰啦，翻屋企途中，唉，捽下眼，捽下鼻，係咪啊？咁就會中招噶。咁所以咧，我奉勸啲同事，即係我哋嗰個感染控制指引咧，其實已經比世界衛生組織所定得更加高、更加嚴謹。基本上，如果大家好似當日嗰位好，即係。好有熱誠的醫生，年輕的醫生起身去指斥我，你是不是不跟世界衛生組織的街拉呢？我今天都可以很客氣和很謙虛地反問他，那你今天是不是想跟世界衛生組織的街拉呢？你可以帶這個 ASTM Level 1的 Surgical Mask 去照顧一個確診的患者，但是醫管局是給到最高規格的 N95 給你們去照顧確診患者。同埋我哋唔單止淨係一個 mask， 我哋有全套嘅感染控制嘅裝備。我哋會喺一啲負壓病房有埋一個 engineering 嘅 facilitation 去減低同事嘅風險。但係最重要嘅都係大家咧要明白嗰個科學精神嘅背後咧，就係你除嗰個感染控制裝備，唔好污染到自己。所以咧，任何最複雜嘅街拉。最複雜的 scientific rationale 咧，都係還原最基本步，就係我哋嘅手衛生。嗰只病毒，我可以好有信心話俾大家聽，佢基本上咧唔係 airborne 嘅，除非你有啲好特定嘅霧化程序，例如啲 aerosol generating procedure。所以回應翻其中有一條問題，無論你喺 general ward、喺 isolation ward，
你做 aerosol generating procedure 咧，我哋都要求同事咧以最高嘅防護裝備，係要有 N95， 有個 eye protection， either in the form of face shield 或者 goggle 或者 visor glove and gown 去做呢個程序。咁至於你話唔係，我哋去到普通嘅即係一個我入去只係照顧個病人，我唔係做 aerosol generating procedure。不過呢個係一個 confirm case。咁你又講到啲空氣都冇嘢噶啦，咁不如你忍住道氣入去，咩都唔帶啦，係咪啊？都得噶。但係因為我哋明白咧，我哋希望俾最好嘅保護俾同事，係俾一個我哋已知嘅科學確據更高一級去照顧一啲確診嘅患者，明白？咁所以我哋咧都要求咧，你哋進入去做一個 patient care practice 咧，都帶 full gear。不過我哋唔希望大家咧派粒藥又 full gear 出翻嚟，跟住入去度個 BP 又 full gear 又出嚟又除翻曬。你係希望咧盡量去將嗰個護理程序去整合咗，減低進入嘅次數，唔係因為我哋慳住使唔俾你用。而是因為我們自己的個人經驗，我在聯合醫院我不下去了超過20次，如果我不是除那個 PPE 那麼謹慎，可能我今天都不是站在這裡可以跟大家講話。所以呢，那個 PPE 最重要呢，為什麼我們盡量去減少又著又除的過程呢？最重要的精髓呢，是因為每一次除這個 PPE 呢，都帶有一定程度的風險。所以为什么讲到西马丽医院呢，我是最重视这一点。所以当我们有确诊个案呢，他只要有任何的运送程序呢，我自己我的高级护理主任和我的 ICN 呢，我们在现场 coordinate 的。我们有两位的武汉夫妇在四季酒店住完之后来马丽，他那晚要9点送去玛格烈医院，我们是完全这样整个过程监控住。由6点到9点半，我哋就喺个隔离病房，因为咧嗰啲 supporting staff 啊 ，security， 佢哋入嚟要着件 PPE， 佢着得好唔好咧？佢着得啱唔啱咧？佢运送完个病人要 degown 嘅，佢 degown 得好唔好咧？啊，所以呢个系 directly observe degowning。我哋琴晚又做咗一次，我自己同埋我啲 ICN 一样，夜晚9点几有确诊病人要做 CT scan。我哋由呢一個成個運輸嘅過程，佢打點，佢哋更 up， 佢哋 degown， 佢清潔，我哋睇實曬，我哋確保成個 process is smooth and safe。咁所以啲前線同事咪有信心，我哋講説話佢咪有公信力咯。咁所以呢個係我哋嘅服務承諾。我哋唔係我哋講得出，真係做得到嚇。當年 H7N9 個病人要通宵去手術室斬腳，喺 ICU 去。我哋一樣翻嚟睇住成個過程。雖然我喺個聯網分享，我哋嘅 C C 同我講：，誒、hey, Vincent， 你哋唔啱啊！呢啲咁嘅嘢唔應該半夜三更做。我話我都唔想冇搞好瞓。不過但係問題，你個手術室日頭咁忙，我都要夜晚清空曬嗰層樓，我哋先至可以有得做噶嘛。你估我哋專登虐待自己咩？咁所以我哋希望咧就係感染控制嘅團隊咧可以站喺你哋一邊。我哋唔係淨係指指點點嘅，你哋平時啊做好手衞生，感染控制係 no blame culture， 係有事嘅時候我哋同你一齊，我哋站喺一齊一條前線上面打仗。我希望大家咧都明白到咧，我哋成日都講唔好怪我哋啲感染控制護士或者我哋啲 ICO， 因為我哋咧其實所做嘅工作咧，其實個精髓就係吃力不討好，做咗睇唔到，明白？因為做了事，沒事發生，好嗎？